比悲伤更应该这般的地方。你太夸那你拖看喂影片给人道歉。啊好啦好啦你别来开心了。好再次比悲伤更悲好看吗好看你靠边算了来控制你就我们音乐已经结束这么久了你要也要跟音乐一起结束嘛对不对你喜欢的世界冠军哦啊那你会一边唱歌一边打溜溜球吗你不用讲话你会一边唱歌一边溜溜球吗你不用讲话
你会一边唱歌一边溜溜球吗？开始。有缘无缘，大家来做小酒饮杯，我哪好打？还真的会嘞，掌声鼓励一下。我以为不会，这样就好了。外公，我大家顶这拢是老师，爵士音乐的老师，啊，鞠躬啊，爵士音乐的老师，好来，好来，爵士音乐的老师啊，爵士音乐的老师啊，好嘞，他多的是听到我的音乐感动，对不对？怎雄雄夹起来，丢档对不对？你不由自主对不对？街头作品实验室嘛，哦，你怎啊不由自主啦，哦，不是按安排好的，哦，对不对？哦，安尼好，我来讲，可能是安尼咧表演，拢有配一块音乐嘛，对不对？迄音乐现成的嘛，哎，你免讲话，我讲无，我来讲，你免讲话，你听无呢？哦，今麦吼，我来讲。他讲你是受到阮音乐的感动，对不对？今麦吼，你先开始，阮这的人吼会受到你的，这叫做啥？你唔免讲话，这叫做溜溜球，对不对？你骗我唔捌看过的溜溜球，是安那？你这两粒会发光，啊，是安那？我的就袂发光，是。你即马开始看，是三十秒之内，阮只着有人会去感应到，哦，有人会去感动到，马上就甲你配合。啊，你来根据阮配合，创造一个新的溜溜球的时代流出来。啊，你敢听有？你唔免讲话，哦。安尼，恁敢要甲拍鼓啊？一个，哦。来哦，阮三十秒之内马上地带来配合哦，注意哦。啊，你唔知对音乐稍微摇一下，啊，脚床就稍微扭一下，嘿嘿。这是我们南二中的优秀的学弟，南二中的朋友。